你就直接倒进去，你可以看里面的颜色跟刚才对比，那就变白了，变黏了。割蛋不是很干的吗？没有，分散过程就是把它疙瘩打碎嘛。嗯嗯，因为咱加的话，咱也是一包一包往里面加的嘛。就我们在家里要干，我这个人整倒了以后它不好，连着上去，多了。Thank you.